近日，刘涛在《快乐大本营》中爆出自己的真实体重，却让网友大吃一惊。节目中，刘涛并没有太介意公开自己的体重，当场测试是55公斤左右。当这个数字让大家感到吃惊时，他自己却说出自己早起大概体重是54公斤，晚一点大概是56公斤。有网友说，他身高差不多有1米68，感觉这才是正常人的打开模式啊，让大家重新燃起对自己体重的信心，纷纷留言表示。刘涛还是给了一个好示范，涛姐这体重，那我放心大胆的吃了。